什么哈？什么哈？雅马哈。雅马哈。大家跟我一起来，雅马哈。穆文辉。雅马哈。你怎么搞的？你把工厂当养老院了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怕被开除啊？王厂长，不用开除，我今天就是来关照一下，我辞职了，啊，不干了，拜拜。哟，小猫，以前那种日子我过的是够够的。哟，小猫现在很有钱啊，发财了，啊，发财谈不上，肯定是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。来，谢阿姨，谢谢小猫，来，我们仨，我们仨跟你开玩笑啊，别放在心里。没关系，张阿姨。哎，谢谢李阿姨。哎，小猫，你走上他身上了。来来来，吃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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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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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到我家去玩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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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来，阿姨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开车当心点啊。好的。干爹啊，你现在和小莫关系不一般嘛？什么？小莫他姑妈在英国，下个月回来给他办婚礼。消息好灵通嘛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小莫是我们家毛九女婿，下个月跟我女儿结婚了。哎呀，干爹啊，你上次给小明摸了下屁股，现在把女儿都嫁给他了。哎呦，你真机关！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是杀有钱人的威风，怕我女儿嫁过去吃亏，不懂。起立，老师好。坐下，马明同学，等一等。同学们，马明同学获得了区三好学生的光荣称号，校领导要我代表校方向他颁发奖状。不管刘老师乐不乐意，马明终究评上了区三好学生。情窦初开的许丽娜一直想帮马明走出那次所谓裸体画的阴影，她忽然想到了一个大胆的主意。快进来，木头人，你快进来吧，我们家里没人，我妈打麻将去了。喏，给你吃个大白兔奶糖。谢谢。这个呢，是我妈的麻将桌，她平时啊最喜欢打麻将了。这是我的钢琴。你还会弹钢琴？还行吧，马马虎虎。不过我对弹钢琴没有多大兴趣，只会弹一首肖邦的小夜曲。木头人，我要送你一样东西，你来。送给你，你喜欢吗？可是，我怎么好意思要你？你要是不收下，那我可就生气了。许丽娜，我该怎么感谢你？我一直记得我爸临死前跟我说，做人要有标准。说完这些话，那天晚上他就跳楼了。那个时候我还很小，也不懂什么意思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做人的标准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想。你说我说的对吗？嗯。那你等我一下。
下子呆住了，心里好像有一头小鹿左冲右突，砰砰乱跳。他仿佛意识到接下去会发生什么，那是他憧憬的，却又有一点害怕。徐丽娜，你赤裸裸地面对这个世界，勇敢地再现一次真实、坦诚的自己。我要你为我画，你愿意吗？那你还傻站着干嘛？快画呀！我让他给我画画，我做他的模特。你住嘴！做模特，你是在骗他是吧？没有，阿姨，您误会了。误会？你这个小流氓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真是有其父就有其子啊！啊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以后再来找我的女儿，我就去学校告你。现在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啊！妈，你乱说什么呢？哎，马明。妈，你还有脸说呀？你怎么不知道珍惜自己呢？奶奶，奶奶，马明，求你大夫，马明，你听我说，马明，马明，马明，我大夫，马明，对不起，我妈不该这么说，你把这盒子拿着吧。你们家的东西我不要。不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跟我们家没关系，那马明，你拿着嘛。我说了我不要。那你不要，我就砸了。根本就不让你进了。妈，
喜欢吗？喜欢我就给你买。不用了，这些东西我都有。你那些东西算什么？难看死了！我可不想看你穿得像生产组老大妈似的。瞎说什么呀你？生产组老大妈穿什么你见过吗？当然。我当然没见过，我猜都能猜得到。我跟你说，我妈妈原来像这样的胸罩有满满几抽屉，都是外国货，是我爸爸托人从香港带过来的。这个还不错。哎呀，你别拿，难看死了。挑一个，挑。同志，这个多少钱？6块元，32块。哦，32块，太贵了，我不买了。哎，我给你买，你心疼什么？开了。哎，你就别碰了。同志，这瓶法国香水我也要了。你别买这个，你要买的话就帮我买那个风化牌香皂。哎呀，这里没有卖风化牌香皂的。对了，你回去把那雪花膏也扔了，太难闻了，我一闻脑袋就疼。扔了啊。好。你说你今天又是买香水又是买手表的，花那么多钱干嘛呀？这算什么呀？我的小命都是你救的。再说，你跟我老磕了在一块儿，手腕上连块名表都没有，那成什么？好了，走，我请你去扬州饭店，咱吃饭。吃什么？我就不打搅了啊，我走了。好好好，您坐好坐好啊。马明这孩子还是蛮懂事的，你们千万别打他骂他啊。不不，回头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这小子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哎呦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们的儿子也不至于是癞蛤蟆呀。不不不，癞蛤蟆，癞蛤蟆。哎呀，你不用这么客气说他。好了好了，我走了，再见啊。再见。慢走啊，丽娜妈妈。哎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听到没有？人家是天鹅，你也不掂掂自己的分量，跟人家阔小姐套什么近乎呀？让人家到家来冷一句热一句的，马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。丢什么脸呢？谁说丢脸了？我觉得挺好，挺光荣。啊啊啊！什么啊呀？你过来，爸爸给你上了课。哎，你也好好听听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不能喝，酒精影响胎儿，放下。哦。吃菜。这个是糟溜鱼片，油爆虾，这都是扬州饭店最有名的菜。好好吃啊。吃什么呀？我觉得没有你做的狮子头好吃，那个才是人间美味。那个时候，我天天晚上做梦都想，要是第二天能再吃到你做的狮子头，那我的人生就满足了。你这是哄我的吧？干嘛要哄你？来，把手给我。你干嘛啊你？这只是假的，这个才是真的。你之前怎么给我的是假的？因为当时我身上只有那个，我把它当了，但是我发誓
一定会把它赎回来，送给你。马少哥，你戴上这只镯子，真漂亮。不戴也漂亮。哎，你们班那个女同学叫徐什么来着？徐丽娜。哦，对对对，徐丽娜，徐丽娜，丽娜，丽娜。听人这名儿，丽娜啊，多洋气呀！啊，哪像你那个闺女，马拉马拉，拉倒吧。还不是你起的吗？是不是有很多男同学对这个徐丽娜都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？嗯，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。校花？嗯，听听，哎，听听，校花。哎，我听说他们家落实政策了，补发了一大笔钱，是不是？嗯，我听徐丽娜说，她爸原来是在洋行里做事的啊，现在他们家那洋房子也落实政策归还了。听听听听，人家住洋房。哎呀，哪像咱们家呀，瞎刺绣啊！哎呀，我儿子有出息呀、啊！没想到一个坏分子的儿子，居然找了一个千金大小姐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儿子有本事，有胆量。老话不是说了吗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儿子，将来啊，谁是癞蛤蟆，谁是天鹅肉，还不一定呢、啊。你要是将来有本事，你给爸爸找一个单位里的一枝花，全市的一枝花，全国的一枝花，世界的一枝花，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可千万别找你妈这种老菜花啊！怎么啦？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弄堂一枝花。塑料的，塑料的。哎哎哎哎哎！爸爸跟你说了半天，你听进去没有啊？你给爸爸表个态。有没有决心啊？有，我这辈子除了徐丽娜，谁都不要。妈的小刺佬，白给你上课了，思想觉悟还没提高啊！哎，马拉，真的是你啊，好巧呀！哎，过来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男朋友佐藤一郎先生。你好。中国话说得挺好的。哎呀，一般啦，就会你好、谢谢、再见，不行的。哎，他是谁啊？哦，莫文辉，莫名其妙的莫，文化的文，光辉的辉。啊、哦，你好。哎，这是我男朋友，很快就结婚了。哦、真的？哎，挺帅的啊、哦。这是服了你了，改革才刚刚开放，就够得上日本人了。你懂什么呀？我是为国家吸引人才，人家是来进行学术交流的，是外宾。你想要嫁给他，然后去日本？对呀，日本谁不想去啊？日本富得流油。哎，对了，我找你有事儿啊，过两天去单位找你。哎，再见，十一温娜拉。十一乌那拉什么意思啊？撒尤那拉，再见的意思。他说的像十一去我那儿似的。水晶吊灯，也是我从寄卖商店赎回来的。我做了两件最漂亮的事情，一件是把那只镯子赎回来。还有一件，就是这只水晶灯，真漂亮。别总看这个，还有呢，厨房、餐厅。允许你放
放我的相片在这儿的？我想好了，等我彻底翻了身，我要用子弹和手榴弹把你家那个老坏分子彻底摆平。你怎么说话的？什么老坏分子？还用子弹和手榴弹彻底摆平？子弹就是香烟，手榴弹就是老酒。我要用这些武器把你家老爷子彻底炸翻，炸得人仰马翻，晕头转向。你是财大气粗啊你！然后我在国际饭店请上十桌八桌的，把我所有认识的人都请来。你穿婚纱，我穿礼服，让我姑妈做主婚人，张云做伴娘。好。不行。张云不能做伴娘，她对我不好。小心眼儿。穆文辉，我警告你，你以后有钱了，你不准欺负我。好，以后有钱，我肯定不欺负你。你干嘛？但是我现在要欺负你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别动。肯定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我跟他对完工拉回去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好，进去。到了，我下回早点回来。你爸刚才还问呢，你们俩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快了，快了。问你就说快了，快了。我们可以等，肚子等不起。那一天天大起来，那人家要是看出来，丢脸吧？人家要说我们家又多了个破鞋，难听。哎呀，妈，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？小莫说了。说再过两天，姑妈就到上海了。哦，等。那个姓莫的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想开拖拉机呀、啊，开一天拖一天。哎呀，奶奶刚才说了，小莫他姑妈过两天从英国回上海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还说了，说要在和平饭店请我们吃饭。和平饭店。哦，对了，爸，小莫说你的酒。和烟大概没了，他买来送你的。哎呀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客气呢？啊，那行吧，替我谢谢他啊。咱家的女婿还要说谢吗？好嘞，不早了，洗洗睡睡。哎，知道了。沾到女儿光了吧？啊？嗯，
马拉马拉，拉倒吧。还拉不拉了？拉不拉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死了。哎，马明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？哦，我看完这些就睡了。哦。你现在跟小商小贩勾勾搭搭，香烟送过来送过去的，你想干什么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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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任，我不干不干。我这是给你提个醒啊。谢谢主任的提醒，我一定要牢记您的话，融化在血液里，落实在行动上，争取早日摘帽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那么多，快去忙去吧。哎，马兰。嗯，还不去打针啊？急什么？不是还有六分钟吗？啊，你有手表了？莫文辉送的。嗯，哎，这叫朗琴，瑞士表。这个是他送的，之前送的那只是假的，他给扔了。这只是真的，足足顶我半年的工资呢。哎，马拉，看来还是你拾到一只皮夹子了。当初我以为莫文辉就是个空壳子，把你骗到手的，没想到原来是你设计好时间把他套牢的。结棍，结棍。佩服。不是，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莫文辉不就是只大皮夹子吗？你嘛，就是一高空心，老鼠掉到米缸里了。你再胡说，小心我拧你的嘴！哎呦，说错了，错了，我错了啊！走了。啊，对了，新来的九成是个无赖啊，你自己小心。知道了。九床打针了，护士小姐，你别老九床九床的，跟犯人点名似的。我叫董建生，董呢是董存瑞的董，健是健康的健，生呢是生孩子的生，你叫我小董就行了。哎，你看我这头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护士小姐，今年多大了？我多大干你屁事？哎，你看我这嘴。这女孩子的芳龄是最忌讳被别人打听的，啊？那你家住哪儿？你警察调查户口啊？行，前面两个问题呢，你不回答也就算了，接下来这个问题你可必须回答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有。好，太好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毛主席说过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我这人呢？哎，就是好斗，
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董建生就正式开始和你的男朋友竞争，直到我战胜他为止。你做梦。哎呀，不过说到这个做梦啊，昨天我还真是做了一个美梦，我就梦见把你们医院里所有的护士都看了一遍，猜怎么着？数你最漂亮。所以呢，我决定和你的男朋友和平竞争，看谁能跑到终点。你放心，肯定不会是你。躺下，打针了。你可轻点啊，我从小就怕打针。哎，我一看见他，哎呀妈呀，啊，好了，自己揉揉。啊，还有啊，下次千万别再叫我妈了，您太客气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突然想到董建生，想到前天坐倒插管的时候，疼得他哇哇大叫，我现在想到我就想笑。真的？嗯，当时的脸色比这个还难看呢。马拉，马拉，马拉，马拉护士在吗？马拉。马拉，马拉护士在不在啊？马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有事。前天你还记得帮我插导尿管的事吧？嗯。我现在感觉我的下体是异常的不舒服。我怀疑啊，你伤到了我的要害，所以今天我来告诉你，如果将来我讨不到老婆，你可得负全责。你讨不到老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啊！我现在已经感觉我失去男性功能了，所以你得负责帮我恢复男性功能。你是说你想跟我耍流氓啊？呀，有点事儿。可以啊，我带你去找院领导，让医生帮你检查你的性功能。走啊。怎么不走啊？你害怕了想当众检查？你耍流氓啊你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过两天我可就出院了，等我出院了我再回来找你算账。哎，恢复功能。恢复功能。阿姨你好，请问马明住在这里吗？是啊，你是？我是马明同学，我找他有点小事儿。哦，阿明啊，同学找你。哎，来了。哎，黄爱国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过来坐。来，不了，我们去那边说吧。马明，我可能很快就要离开学校了，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要转学了，去哪儿啊？说实话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像我这种家庭的人，何去何从，自己是无法选择的。你家里怎么了？你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不说这些了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多年收藏起来的，这次不方便带走，我先把它放在你这儿。这本禁书你怎么会有？我还有更稀罕的东西呢。这玩意儿你没见过吧？蒋中正，这不是蒋介石吗？
这东西好像是国民党的。这把佩剑呢，是蒋介石赠给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佩剑，也是历史的见证。你父母是国民党高级军官？这是我爸爸打仗缴获过来的，他送给了我，这次我把他托付给你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。马峰，我有件事情求你。姐，你说。医院里有个病人，都已经出院了，还老是在门口纠缠我。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，帮我教训教训他。明天你就带我去。这王八在哪儿都还活够了没有？你小声点，要不然爸妈又该骂我了。再见。再见。马明当时不知道，那个叫黄爱国的同学将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产生举足轻重、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阿明，哎，你快走了啊！那同学叫什么？他叫黄爱国，是这学期才转到我班来的。哦，以前没听你说起过吗？嗯，这孩子挺懂礼貌。嗯。同学们，刚才我们讲到，李老师，谁是马爱国同学？我就是。马爱国同学，这位是北京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女同志。他找你有点事。我是要现在走吗？同学们，有件事向大家交代一下。黄爱国同学的父母要到北京工作去了，这是他的光荣，也是我们大家的光荣。是啊是啊是啊，黄爱国同学和我们共同学习生活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。祝他一路顺风。黄爱国同学，给大家说几句吧。抱歉，我没什么要说的。这管派克钢笔是我爸的战利品，送给你，就当做小小的纪念吧。再见。小姐，哎，别走啊，等你半天了。哎，请你看电影啊。我不去。别不去啊，我这好不容易弄到的票子。我跟你说，那部电影有乡村般的镜头，一刀没剪。哎呀，我警告你，你要再缠着我的话，小心你要吃苦头的。吃点苦算什么呀，军女孩子就得有吃苦的精神，再苦我也不怕。你要打我？哎呀，这个打是亲，骂是爱。哎呀啊！
啊，真有劲儿啊你！哎，哎，臭小子，你打的？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你敢吃我姐姐豆腐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老子流氓比你还大。未来的小舅子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小舅子，还嘴把了是吧？啊！别以为我打不过你啊，我力气可比你大多了。今天是你姐姐在这儿，我未来的姐夫给你留点面子。哎，你嘴还那么硬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弟弟学摔跤的，小心他把你摔个狗吃屎。走。哎，他妈就狗皮膏药，欠揍！我还就是狗皮膏药。哎，马拉，我就是狗皮膏药，粘着就甩不掉。哎，甩不掉。多想拥你在我的怀里，却无法超越那距离。美好回忆渐渐地远去，盼望今生出现奇迹。无尽的想念，